台北市的捷运中正纪念堂站，可以从五号出口出来，出来就是中正纪念堂。那中正纪念堂呢？它这个里面的范围很大，从正门的地方进来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左手边是音乐厅，然后这个它的右手边就是歌剧院。那中正纪念堂刚好在最中间，它的周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造景，尤其是石头，可以当做我们基础教学的示范。我们这一次要来示范啊，如何写生画我后面这两颗石头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两颗石头在一起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个大，有一个小，或者是高跟低。那现在的情况，它是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，两颗在一起。那两颗在一起的话，不可以一样大，一样高啊，就是让它有大小、有高低、有变化这样子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石头，首先看这一颗石头。那这颗的石头呢，它这一面是比较平整一点，但是它这个面呢，这凹凸的变化很多。那凹凸的变化，我们要用线条啊，用明暗穿插来表现出它凹凸的这个纹理的变化。那另外这颗石头呢，它就比较比起那一颗，它比较单纯一点。啊，但是这颗石头啊也是一样，它分为几个面啊，比如说上面一个面，那这边一个面，这边一个块面啊。那这个面呢，这个面也不是很光滑的，也是里面有凹凹凸凸的。我们也是要用线条啊，用穿插的笔法把它表现出来。那这一边稍微就是凹下去啊。那画石头呢，我们一般跟画山水一样，很讲究就是要用穿插的笔法来表达。所谓的皴，什么叫皴呢？皴就是石头的那个里面的凹凸的纹理、肌理的变化，还有前后层次的变化，那个界限啊，那个线条，还有它包括它的裂纹啊。那擦呢，是要擦出石头的质感，因为石头它很粗糙的表面不是非常光滑，所以我们用皴擦笔来表现出石头的这个肌理啊，就是它的纹理。还有它的明暗、前后层次，然后擦出它的质感出来，这样才能够把石头那种扎实的感觉画出来。而且在这个线条上一定要肯定有力、干脆利落，这样的话，肯定的线条，让人家觉得你就是那个画面的效果呢，就会比较扎实，因此呢，也会比较有。这个坚硬刚强的那种的质感。石头是我们这个毛笔啊，我们首先也是一样，先沾着墨。
我们一边画轮廓，一边穿插。这个受光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线条细一点。然后它这个不一样的面，那这个面呢，它这个有那个皱褶，所以我们这个笔要转笔，顺着这个30的纹理，一边画轮廓，一边穿插，还有这个穿插就是要做出这个石头的这个纹理跟肌理。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有很多的这个皱褶的这个纹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面，底下的地方我们线条可以粗犷一点。粗一点，墨可以重一点，这样一方面可以显出这个光线明暗的立体感，还有就是让石头会更稳定一点。然后画完的时候，有些地方要擦出那个粗糙的这个质感出来。这就是这个画的这个高的这一颗，那旁边呢这一颗啊，这一颗比较矮，也是一样。它矮的地方啊，这个我们从它的上面的轮廓开始，也是开始画出来。啊，这个后面这一颗靠近。前面的地方我们要暗一点，我们可以加强这个墨色的这个明暗呢，来分出前后的关系。它这个石头呢，它有凹凸，也是一样。还有里面的纹理要穿插一次来，这边我们也是要分出这个两个面出来，那这个石头上面有那个胎斑啊，白藓胎，那个我们就不要管它，我们只要处理出石头的这个肌理，还有它块面的变化。那像这个，觉得哪个地方还穿插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加强。那写生一个石头跟画一幅画一样，也要有取舍，那有时候夸张，有时候要强调。
现在笔墨方面就完成了，这样的处理。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轮廓跟里面的这个穿插啊，还有表现它岩石的这个肌理，就是它的那个纹理的变化啊，然后要插，有些地方插出它的粗糙的那种质感出来啊。所以有些人以前的画家都说，这个画石头要画的毛就是要粗粗糙糙的，这样才有石头的感觉。现在呢，这个笔墨这些线条都干了以后，我们才可以来染明暗。染明暗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开始调淡墨啊。染的时候要注意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生宣纸，不是棉纸。生宣纸的话，这个染跟画都比较不好控制啊。那所以染的时候也是要有笔法。那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最暗的地方开始染起，比较暗的地方。染要顺着这个我们这个山石的纹理来染，然后染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岩石的凹凸的变化，都是先从最暗的地方染起。那再来再调淡一点，我们再调淡一点，再来染稍微亮一点的地方。我们在染的时候不要受那个石头那个白色的白藓胎的那种影响啊，它白白的，不要受这个白色的影响，我们要染出它的立体感，还有染出石头的这个重量感，就是它的质感跟重量感，看起来就是一颗石头，有那个分量。再来染这一颗，这一颗靠近前面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染暗一点，不要太亮，这样才能够衬出前后的关系。这个地方凸出来，所以这个地方亮一点。
这个地方凹下去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给擦染一下。再来，我们就是看哪个地方不够的，我们再加强一下，加强跟修饰。好，就是这样完成。